入的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在这延开32局，举办我们英东，请大家静静，英东华侨茶厂歌舞升平的联欢会。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慨。首先，请代表英华筹备总局义工，所有的义工工作组人员向在座的嘉宾以及亲朋好友们为这次热心赞助的站长人员表示感谢，同时感谢所有前来参与支持联欢会的全体演员以及侨友网的开心摄影组的摄影大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我们是第三次举办英华联欢会，三年了，风风雨雨我们一路走过来，全在筹备组姐妹们的同心协力，今天我们又相聚在一起了。英华茶厂熟悉的名字我们没有忘记，这第二故乡它承载了多少梦想和回忆，我们的故乡当年前辈祖国怀抱，为建设美好家园突出过青春年华。这个来自各国28国的华侨基地，在英华茶厂又称之为小联合国，大家从此在此落地生根。英华虽然当年生活艰辛，但前辈们没有怨言，带着对祖国对故土深深的惦念，前辈们用辛勤的双手开垦耕耘，种植茶叶，打造出一片新的新天地。英华茶厂的故乡就像是我们的母亲，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儿女，让我们念一首歌给我们的故乡。我的故乡有一条汪江河，它没有长江的汹涌和黄河的澎湃，我们快乐记忆与温情，也占满了我对故乡亲人同事和同家同窗以及朋友深深的回忆。它虽然不是我生命中全部，但它一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和最珍惜美好的回忆。衷心祝愿今天的联欢会在大家的支持下能圆满，能给大家留下美好回忆，更希望透过相聚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为下次的联欢相聚打下更稳固的基础。也希望把我们英华艰苦奋斗、勇于承担、勇于拼搏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联欢会所有招呼不周，敬请大家多多包涵，并给予更多的宝贵建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2019年新年快乐！在华侨茶厂的朋友们、同事们、同学们，大家好！好。我从深圳过来，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这个英德华侨茶厂的老同志啊，我看很多呢都是身体很好。我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很多是各个国家来到这里聚会的英德华侨茶厂中心的那个同学，我看了大家已步入了中年甚至老年时期了我今年76岁，76戴了一辈子眼镜，现在不用戴眼镜了有点换叫做换老还童，还老还童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集聚一堂，我想也是非常难的。我到深圳已经40年了差一点点40年了深圳在今年开放改革已经有40年了，我们整个国家
强盛。作为我们国家的啊每一个人，我们感到很自豪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我想啊，是我们现在向国家的红利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强盛了，我们生活过好了，高高兴兴过日子，向国家的红利。现在我感谢我们的党，我们国家啊，我们感到很自豪。在这里我祝愿大家生活得更好，一年更比一年强，谢谢。好，谢谢黄山老师，谢谢黄山老师。下面我们有请德高望重的侨语王的蒋金莲老师，今年才八岁啊，给大家讲话。啊，嘉宾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也很感激这个国立美领导啊，邀请我参加这个英德华侨茶馆风土生情联盟会。我是不止一次参加的，应该说是第二次参加。今天的会刚好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美好日子里举行的。再过两天，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要出席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会，所以今天的联欢会很有历史意义。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有这个缘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侨语网，我们这个华侨的平台，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缘分，认识到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朋友们，啊，可以说相隔天涯不眷恋，真诚友情一往情，不用千言和万语。空间，这个就是网站的好处。同时我也要十分感谢我们的陈连松会长啊，他是港澳华侨青年协会的第一任的会长，也是因啊这个什么林德啊林德联谊华侨联谊会的也是领导啊，就是他邀请我到亲自到这个英德的场，亲眼看到英德的变化，英德华侨茶厂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非常感激那一次的英德之行，是我认识到很多东西，了解到很多东西。现在我们在座的，刚才那位老师也讲了，年龄都已经很高了，我都八十岁了啊，八十高龄了，在座的也是，所以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已经是七老八十、七上八下的英德人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不忘初心，鼎力向前，爱国爱党啊，保持我们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活力啊，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啊，发出一分光。大家以后更加砥砺前行啊！祝大家身体健康。